哎呦，吃饱了没有，大家？啊，是上个星期的那个练习本导学量数嘛 ？DPP 对吧？是啊，啊 EPH。现在呢，只要我 try test 一下我的这个笔，我看我画到没。喂。Yes。啊，我看看有没有在。哎，有哎，可以耶，可以用的。哇，真悲惨了，很久没有用我的笔写字哦。OK， 来，我们看那个，哎，等一下，这个本达写人 EBH。那上个星期我们做了，速度罢了，对不对？速度也是做了一题吧，讲关于那个可鲁鲁干的。这个 longitude latitude 啊 latitude longitude 啊，大家应该懂啊，怎么看了哈？上个礼拜我们做的，我们应该是做这一题吧？是不是第二题？哎，所以现在我们先看那个 objective 先 ，OK， 全部进来。OK， 我们先做 objective， 然后 objective 是20题吧？我们做 objective， 然后我们再做 shadow，OK，、okay， 可以吗？哎，先，先，我们先做先，先做，第一面先好不好？我们一面一面的做，一到五，现在。Soalan satu hingga soalan lima, buat dulu ya. Nanti kita bincang. Saya bagi lima minit lah, okay, 5分钟里面，然后我给你们时间来你们做，然后我们再讨论啊。哎，选一。我什么时间了？昨天你没有上的。啊，轩逸，昨天没有你没有上课的。哦，没有，那时只是那一个星期罢了。我是讲了没？一下子换去星期五没有？只是上个星期我们换去星期五罢了。然后之后的都是一样是星期三啊，你忘记了是不是 ？OK 啦，不好意思啊，我这样是我的错。OK，so 记得啊，不要弄错了。这样那个数学课你有上到没有？数学课你有上到没有？上的 OK 好，没关系。OK， 先做一到五先哈。
Testing 一下，我看写的写到没有啊 ？Yes， 可以 ，Very good。Okay。诶，还是行动了，就这样啊。它不 sensitive 哦。喂，杜静。喂。为什么写不到？我的笔。算了，不要再比了。好了没有？一到五题。那下个什么？Soalan satu sebab empat的。Okay， 多一分钟啊。这个 highlight 又可以哦，写字又不可以，奇怪了，还是我用这个写？哦，这个就可以，好，很好。好了没有？好的话，我们就要开始了，大家。Okay，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Kombinasi yang manakah benar tentang ibu negeri di negeri-negeri di atas? So， 哪一个 kombinasi 是 betul 的？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州啊？这个是什么州先？这个是科达是不是？科达吗？科达的ibu kota是？阿罗斯达，哎，阿罗斯达，所以第一是错的咯，不是Detroit啦。第二是Johor来的，哎，Johor它的一部国段是Johor，Bahru， OK， Johor Bahru， 所以这个不是Kota Bahru，啥啦？Kota Bahru在什么地方？Kota Bahru是Kelantan的。OK， 所以是错了，做第二是错啥啦？第三呢？第三是沙巴，对不对？说沙巴的是 Kota Kinabalu， OK， ini betul。然后第四的是 Sarawak 是 Kuching。boleh， 然后
这个是 para 是 ibo， 然后这个是 Kelantan 就是 Kota Bharu 咯，然后这个是 Terengganu 是 Terengganu 是什么？Terengganu 是 Kuala Terengganu，Terengganu，然后 Pahang 是 Kuantan，然后 Selangor 是哪里？Selangor 是 Shah Alam，对不对？Selangor 是 Shah Alam，我的 bandar Shah Alam，然后 Negeri Sembilan 是 Seremban，马六甲是马六甲咯。哎，班德拉要不是假的，给、okay, 看不清楚。这个你们懂啊？哈，我再重复一下。OK，我换颜色，我换红色啦。哎，红色。OK，so、okay, Gandar 是阿罗斯达啦，阿罗斯达。然后还有这个，yes，police 呢？police 是什么啊？police 是康嘎，GAR。所、so, 以这个也必须要懂的，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第一我们要先懂它的州属是哪一个，现在属于什么州，然后每一个州的 Ibu Negara，Ibu Negeri。OK，clear 啊？Sabah, Sarawak, Johor, Malaysia, Negeri Sembilan, Selangor, Perak, Kedah, Perlis, Kelantan, Terengganu, Pahang。每一个的州的 Ibu Negeri 是在这里。所、so, 以这个答案是C 啦，哎，正确答案是 C。OK，我们要看第二题啊，OK，这我要擦掉了咯。Clear all drawings。OK，soalan nombor dua, apakah wilayah persekutuan yang terletak di perairan Sabah？你、okay, 在沙巴那边呢，我们有一个 wilayah persekutuan，对不对？哎，我们有 KL 啊，Putrajaya，还有一个是叫做 Labuan，对不对？哎，Labuan 是难民啊，我们的华语。哎，当时这个 Labuan 的那个 case COVID 啊，是很严重，因为当时沙巴大选之后啊，这个 Labuan 的那个 case 很高，很严重，就是这个地方 Labuan，它是我们的另外一个 wilayah persekutuan，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那第三题，apakah komponen bumi yang mengandungi pelbagai mineral？现在他问的是 komponen bumi，OK，komponen、okay, bumi 是有哪几个？biosfera、hydrosfera、atmosfera 跟 lithosfera 所形成的，对不对？地球是由这几个 component 形成的。可是现在还问你，这一个 component 呢，包含了矿物 mineral，还有一些 nutrients，OK，、okay? 还有一些它也是我们的 dasar laut，还有老氮。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的。Lithos, Fera，你不要弄不要，因为它这个它写 lao 咯，你就写是水哈、啊，不它可是它是讲的是 dasar laut 海底，或者是我们陆地上，在我们的地底下有很多这种矿物嘛，nutrient 跟 mineral 嘛，所、so, 以这个是 lithosfera 是土地的，biosfera 是生物，然后 hydrosfera 呢，hydrosfera 是水。Atmosphere 是空气，说、so, 地球是由这几个 component 组成的，有水、有空气、有泥土、有生物。啊，这个东西，这个也是要知道，OK？OK，、okay? okay, 来第四题是关于什么？Gunung Bongka，OK，Gunung、okay? Bongka 是在你们的 Bab 几啊？我看一下啊，在你们的 Bab 5，OK？Gunung Bongka 呢？就像这样子，OK，我要画出来一下。OK，Gunung Bongka 哈，它就是有两种啦，两种可能性。OK，Gunung Bongka 它是有两个情况形成的。OK，Gunung Bongka 就是这样。哎、yeah，我的画画有一点丑了啊。
OK， 我看一下，我跟着他来画。OK， 然后这样子啊，这个就是 Gunung Bangka。OK， 来，然后这边呢，这一个 part 啊，我们叫做 Lurah Gelincaran。这叫 Lurah Gelincaran。OK， 这个。Gunung Bangka 这个整个叫 Gunung Bangka 哈，怎样形成的呢？第一可能性是因为有这个Guasa Tegangan，OK，有这个 Guasa Tegangan，看我要写上来一下，那关掉这个先，OK，因为有两个原因，Guasa Tegangan 跟 Guasa Mambatan 形成的，OK，我要写这里先，Guasa Tegangan。还有一个瓜舌曼巴旦，OK，Tegang 呢的意思说就是这样，Tegang 啊，它发生是当这个土地啊，它本来是平的哈、啊，它本来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的地，OK，它是平的，然后瓜舌 Tegang 是这个土地它会往反方向，这两边啊，往这个是 A，然后这个 C，然后这个 B 哈、啊、，A 跟 B 它会往不同的方向去。移动，那这个它把它扒开的意思啊，我们讲 image 它把它扒开，这个刮痧的档案，这个是刮痧的档案，OK，然后这个它当它分开的时候啊，这个 part C 呢，它就会往下跌，就形成这个 Gunung Bangka，这个我们叫 Lurah Gelincaran，它的 Lincaran 滑下去的意思，哎，这叫 Lurah Gelincaran。这个是特岗案，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瓜色芒巴蛋。OK，再看回这边，OK，本来还是这样子的。OK，这个是我的 A，这个是我的 B，然后我的 C，然后现在是瓜色芒巴是挤压，哎，我在压它啦，啊，压它就是它 A 跟 B 哦，它们的移动啊，我们的地壳，我们就讲我们的地壳的移动，它就会往里面一起去挤压它，这是芒巴。OK。慢半的时候哦，当它挤压、挤压、挤的时候啊，A 还有 B 呢，它就会往上，它就变成这样子，A 会往上去哦，然后 C 就没有动咯，然后 B 也是往上，所以也是形成这个 Gunung Bangka，明白啊？这是 Guasa Mambat，这是 Guasa Tegang，Tegang 是往不同方向去，C 它往下沉。然后 A 啊，瓜斯曼巴呢？A 跟 B 挤的时候啊，A 跟 B 就往上，C 就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一样形成这个 Gunung Bangka，由这两个瓜沙形成的。So 他讲哪一个是对的？关于这个 Gunung Bangka，有没有gerakan sasaran？gerakan sasaran 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啊？断层，这个是断层哦，这意思是断层，OK。Gerakan sasaran 啊，就是有人刚刚要进来，关掉之前，Gerakan sasaran 我们也叫做Gelincaran，关掉，好好写，它叫断，万一写不对，断是第几个段？第三层。层是哪个层啊？乘两层的层呢？它细盐句啊，这个断层。OK，所以做还会形成第一，这个还有 Lura 跟 Lincheran，所以答案是 A 啦，这边。所以你们可以写上去一下啦哈，Gunung Bangka 是因为有这两个挂色的刚刚跟妈妈蛋。给的刚刚就是去外面，满八但是去里面，A 跟 B 上是满八，然后 B、C 下是特刚形成的 Gunung Bangka。这什么叫 Gunung Bangka？这个就是 Gunung Bangka，这整个东西啊，大家发嗯。
在下吗？你们要写上去一下，要把它记 take note。OK， 好了，好了，我就要抄的嘛。还有谁还没有写完的？那行，我要 clear 了，因为我拉下去，它就会不见了。OK， one, two, three, bye. Number five, pernyataan yang manakah benar tentang tanah tinggi di Sabah dan Sarawak? Tanah tinggi 是高山啊，高的地方啊，在 Sabah Sarawak 的。哪个是对的？哪一个？它是在什么 Banjaran Kroger 啦。Kemuncak tertinggi 啊，我们的那个大边的单位tertinggi是在 Banjaran Kroger。我嘞，对题，这是关于 Banjaran 的 Malaysia 的。是的，然后除了班加兰克哥呢，在萨拉巴萨瓦瓦那边哈啊 ，OK， 我们讲哥蒙加的定义的班加兰克哥是什么？有一个山叫什么山？也不是山，我们讲山峰是什么山峰？在大巴的那个山叫什么山？还叫古农。一种写不到的，在它叫古农什么？吉纳巴鲁啦，都是哥达吉纳巴鲁嘛，说古农吉纳巴鲁，吉纳巴鲁，说它大概是在4,041.1米的那么高啦。它也是东南亚哈最高的山峰，古农吉纳巴鲁。OK， 然后除了这个 Banjaran Kroger， 在 Sabah Sarawak 还有一个 Banjaran， 它叫 Banjaran Damat Abu， 还有印象吗？这个名字？但 Banjaran Damat Abu 呢，是延续了这个 Banjaran Kroger 的尾巴那边接下去，在 Damat Abu 那边，在那边哈、哦，它这个 Banjaran Kroger 上，它是 modu 传，它是从 Sarawak 那边，哎 ，Sabah 那边，慢慢延伸到 Sabah 那边，哎不 ，Sarawak 那边，从 Sabah 慢慢延伸到 Sarawak。然后达马阿布再从沙巴延伸到沙拉瓦去，所以达马阿布那边有一个最高的山峰叫古农姆鲁，哎，古农姆鲁在哪里？在沙拉瓦。哎，古农姆鲁在沙拉瓦。下来吗 ？OK， 好，我们往下看第二面。来，大家请坐第二页，6-14。你们把冰出来啊，有点小啊。你们 Zoom 大，如果用电话的话，你可以 Zoom 大来看啊。如果你要看我的 screen 的话 ，so 我这边有九题是吗？6-14，嗯，有九题。OK， 等一下我们8:35我们讨论。8:35。
你好，做完了吗？你做完了，你可以告诉大家做完了可以告诉我呢，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间才讨论了。
好了 ，OK， 好，来，有一个人告诉我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我就要等你们这一句先讲好了，我就可以开始了。好，来第六题哦，他讲啊，不个根本定要搞上达拉巴马的马来西亚，达拉巴马是什么来的？平地啊，或是比较低的地方，说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你看，第一个。他讲可以变成 station Jana Guasa Electric， 这个是达纳丁基高山的地方呢，这不可能，写不到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这写不到 ？Why？ 啊 ，Why？OK，、okay. 然后 Bertania Hawa Sederhana 呢，那种比较凉爽的，这个也是像 Cameron 啊跟丁海伦啊，所以这不也是不可能。算了，我真的可以用这支笔啊。所以它也是不可能。然后Marine， 可以读吧 ？Marine 嘛 ，Marine 是海，就是海洋生物哦。Habitat 呢？达纳巴马某呢？可能，所以它是适合变成 Pusat Ber Industrial 工业区，也变成工业区。OK， 第七题，第七题是什么的？哎，搞笑了。明天就去云顶哇！你还在？哎，我好像今天听到那个 Facebook 人家讲云顶半山那边又土崩哎，要小心啊！你最近是下大雨啊？然后刚才下午又下雨。OK，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P 啊，是Sungai di Malaysia， 这个 P 是什么 Sungai？ 然后 Q 又是什么 Sungai？ 来告诉我 ，P 什么 Sungai 先？这个是 Sungai。巴行啊，为什么我这样子写呢？喂，啊，什么呀？这样子写不是好咯，是不是？这样麻烦。哎，所以这个是苏埃巴行，然后这个 Q 呢，就是苏埃拉江，这两个苏埃巴行跟苏埃拉江，可以说他讲哪里一个是关于这两个是哪个是对的？Q 是Sungai de Panjang di Malaysia， Q Sungai Raja 是全马来西亚、啊、最长的。哎 ，P 也是最长的河哦。可是你要弄清楚 ，P 是Sungai de Panjang di Semenanjung Malaysia，Q 呢是整个马来西亚是最长的。你要看好来题目，有时会是个陷阱，还要害你们错的。Q 啊是全马来西亚最长的。P 呢是马来西亚半岛是最长的，就是 P。如果还是讲什么南中马来西亚是 P 啦，可以说答案对的是 A 咯，一看就是 A 哦。OK， 不嘞 ，Q 你看它的 D 的选项 ，P 是本来南巴黎对吗？本来巴黎通常我们种稻哈都是在这三个这几个国家哎几个州属这里 ，OK， 格兰。Kelantan Kedah Kelantan Kedah 这两个地方都是中道的，说不可能哦。然后他讲 Q 哦， Q 是哪里？ Q 这里啊，他讲是高山东半本土的，很多人居住在这里。很在马来西亚哦，我们的人口的分布比较多的是在沿海一带，所以通常比较多人是在这边这边的 ，OK， 或跟这里 ，OK， 中间的呢？为什么没有人呢？你看啊，我们的达巴人本土多，因为这边有什么？就很多山脉，很多森林，说本土多是假让的。然后这里呢，这边的本土多也不是巴达的，而是假让，因为这边很多森林，不丹阳德巴，所以这边的高瓦山啊，它不是高瓦山东端本土多，不是人口聚集的地方。聚集的地方是在哪？古庆 ，OK， 米里，然后拉布万这些。哦，第八题 ，Apakah kepentingan kombinasi tanah tinggi dan saliran tanah tinggi 跟河流啊 ，saliran 是水的意思啊，水道啦，高山跟 saliran 有什么的 combinations？
它可以变成什么？它可以变成光是 hydroelectric 可以不可以发电厂、okay, 高山跟水有那个瀑布 水力发电厂咯，然后高山又有水啊，这些高山然后又有水瀑布，像 Cameron Highland 跟 Ling Highland 这些都是可以变成本来中安丹 Rekasi 休闲的地方，旅游的地方，好像都有人明天要去垦丁了，这当然顶级是个本巴本来中安咯，所以答案是二跟三 C。哇，明天你去垦丁啊，不是塞很塞车，你去靠道啊，远点靠道，爽咯，开心哦。OK， 第九题 ，Mengapa lokasi-lokasi di bawah berpenduduk padat PJ 还有 Kota Kinabalu， 为什么这两个地方哦人口这么多呢？为什么 padat？BJ 是 Bandar Pelabuhan 吗？傻啦 ，Bandar Pelabuhan 不是 BJ， 它是什么 ？Klang 巴生港口啊 ，Bandar Kedaraan 很多有那个 Jin Camp 是吗？还是不是 Bandar Belanegeri？ 嗯 ，Kota Kinabalu 是对 ，But BJ 它不是不是 Bandar Belan 哦 ，BJ 是在 Selangor 吗 ？OK， Selangor 的不是 Bandar Belan 是Shah Alam。所、so, 以 PJ 不是 Pusat Perniagaan 是错的，所以 PJ 跟 Kota Kinabalu 它我们最适合的答案是它是 Pusat Perniagaan 还有 Perdagangan， 哎，所以你要这样子来去做分辨啦，三天两夜，哎呦，爽哦！哎，好啦，第十题。Apakah dasar kerajaan yang menyebabkan sesuatu kawasan itu berpenduduk jarang？Berpenduduk jarang 是很少很稀疏的，那边的人口啊是非常的少的，jarang 是 sedikit 啦。然后他问的是国家的什么政策导致到那些地方哦人口会很少呢？我们先看第Berpindahan pusat pembentangan negara， 因为我们搬迁，我们pusat pembentangan negara， 所以导致那边的人变少，不可能，可能还一样会多，他不会马上变成哇没什么人了的，不可能。不然pendapatan semula penduduk 这边才会变成 penduduk padat， pembangunan tanah terancang 这也是会变成 penduduk padat， 那个 padat， 所以正确的是 A 啦，因为我们把一些地方、哦、变成森林保护区，所以森林保护区的话没有什么人会居住在里面的、啊、也有可能是没有人可以居住，可能只是那些管理员呢他们居住在那边，所以他们的 penduduk 是jarang 的、哎、berwah taanhutan simpanan， okay， 他颁布说那个森林是森林保护区。啊，定了什么三大房间啊？开心哦，哼，要小心啊！哈、啊，上去领完的时候，大家不管你们去哪里玩啊也好。不要忘记现在、啊、病还有啊有 Omicron 呢、很严重啊，要小心一下大家。 OK， 好，来 before 我们继续一下，我们先、重新的 join 回来可以不可以，这边现在一分钟了， OK， 大家重新 join 回来啊。